你说什么？下的请旨，要不要请殿帅进宫啊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先让他回来，不要惹事。殿下，滚！殿下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谁派你来的？殿下，殿下，太子妃殿下，想告诉殿下。 孩子，怀冬了，等一下，送殿下回延安宫。 殿下，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是砒霜。我一直想见你，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。我想你今晚可能会进宫来，我想跟你再谈谈，可是没想到。 你想什么？我知道。可是现在太子妃殿下，就算查出来跟你无关，怎么无关？是我。 殿帅也是罢黜事儿，下手不重，不要紧的。偏偏又是在东华宫。嗨，谁说不是呢？
你知道是邓华公他是今天也请了齐王妃吗？请了呢，陛下，但不知为什么王妃在宴前有事不到就出宫了。东华门有守军的记录，应该不会是他。先走了吗？陛下，查出来了。那唐药师是报本宫内人顾氏从东府带进宫来的。东府的工人，他全程照看，太子妃服药也是他亲自奉上的，在场之人亲眼所见。那人他现在哪里？一时没有看见，臣先来请旨，要不要？弑君的大逆罪人，你还请什么旨？那是后宫，臣是外臣。殿下，你都听见了吗？去就行了。去。殿下，这可是大内呀，私派东宫卫入宫，这今晚我还是监国。陛下，您看这……今天晚上就随他吧。这边，胡大王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姐姐，胡大王，走，不说话。武大王，姐姐听话。武大王，武大王，姐姐，武大王，快点！我们先送玄武门出宫去。奉令旨，捉拿报本宫宫人顾氏，包庇者同罪。跟上，跟上。董公会，快！令旨，那边找。走。武大王，我要去跟殿下说清楚。你不明白吗？宫里的事情你说得清楚吗？可是调四位进宫是谋反，都这样了，你觉得我三哥会放过你吗？我就怕他会放过我。看得见吗？看见什么？那坛泥早就已经深陷其中了。说什么也不成。武大王，武大王，殿下不先去邓华宫吗？他们会留在邓华宫等着你们去抓他们。殿下，他一个人跑得掉吗？一定要找到他的同党。是，殿下亲自来了。武大王的请我领了，可是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在一起。你快走，我来引开他。谢谢。
你说了些什么？可姐姐一定要走，那就请姐姐记住，这一次千万不要把你的身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我三哥。他们知道你是陆中城的女儿，太子妃的事情，姐姐就怎么也洗不清吗？丧家之犬。 说出去有什么光彩的？还有，姐姐记住，姐姐的乳名是我三哥那儿，真的万不得已，这名字也许可能救你一命。 殿下，是他。